就是取自于咱们中国的山水图。山水图，对，那幅名画《千里江山图》。对。对，男孩为山，女孩为水。对，这是我们服装和音乐的第一层表达意思嘛。然后我们想输出一些中国的文化，然后包括我们的音乐也是世界上比较能听得懂的中国风。因为主场是在北京嘛，自由我们两个想代表中国出战嘛，就要划一些咱们中国人的东西，就像在家请客吃饭似的，客人来了，然后做一些中国菜拿出来。